是尽快分享给大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要问你，为什么你名字叫黑黑？难如其名啊！可是不会啊，他会黑黑吗？会吗？不会。那刚刚说你很漂亮，谢谢。我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取黑黑啊？哦，这么凑巧这样啊，我为妹妹先来上单，换姐姐来上，结果不是哈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的黑黑刚刚跟我们在场每一位哈，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，那个父老乡亲哈，那个兄弟姐妹都有请安问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是金猪年啊，祝福大家都诸事顺心，猪年行大运啊，诸事亨通，大吉大利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悠悠叫黑黑哈，男的。有没有想要去台下跟大家请安问好一下？好，我们来听一首，来，继续安排这首李千娜唱红的歌曲《心灰灰》，那是王菲啊，我是来歌嘞。上面前面那个就是两弹琴版的那个三弦嘛。一定会大发财，一定会红，因为他的笑容非常甜美。Oh my
Thank you.